我们这社会啦，这三十几人，我爱甲斗相共，也免甲斗相共。我讲嘛，有人要借钱娶某的啦，哦，20万的，20万要借钱娶某的啦。啊，有人讲叫我买电动轮椅啦，讲叫都嘛开到25万，一年两个月我多一摆，我嘛无多啊。我讲啥？我讲来有亲人证明的，我社会啊，我来处理。啊你啊喂，你我打亲人证明过几万的呢？啊你啊，我一人还2000块，2000万啦，我一人还10万块，我带一钱出来呢。我嘛唔敢讲啊，即我咱一讲咱管得起，我管袂起啦。伊是毛人社会啊，讲伊老钱辛苦，伊厝安那家境安那，那我唔是讲我就是无时间去。我了了，我你著早一2万，早一5万，早一8万，包你去看现场看是安那，啊看现场看安那，你要偌济提偌济啊，伊安尼。啊了袂去一抓提5万啦。第二个个案嘛是卡来，讲啊伊嘛真艰苦啊，哪哪哪。啊当然我拢卡着去，你就要扯死伊啦。啊第二个案你就讲伊真可怜啦。啊讲真啦，你人去吼，包括我了，我讲为虾米你还5万？你若讲百公斤的来，伊厝是租来，你较热啦，较垃圾啦。但是伊嘛会惊路啊，伊嘛会惊路啊，伊嘛惊来甲开门啊。我几岁？啊，佫比你若讲讲，迄人佫比我较少年啊，煞无到50岁，啊，嘛会惊路啦。我想想讲，啊，你嘛唔对啊，你都好加好手啊。啊，当然低收入户是亲人证明是厝无钱，厝无钱是一回事哦。重度残障佫是一回事。你若意思讲，啊，伊也唔甚物重度残障啊，啊，低收入户安尼尔，所以你若讲我加起5万就好啊，加你起。第二个个案来了，我嘛是卡二舅啦，二舅讲无啦，即口罩卖作小伊啦，即口罩你呢？人个福寿团体上面拢来去向人采买，去人单调咧。我阿娘话，你即款你讲要叫我捐钱啊？我也肯。啊，当然这捐拢是我私人摕钱的哦，这拢是银行捐款钱。我就讲啊，你都唔对啊，你连方便先买，我若要捐来你，我就卖插。后尾这人都上尾，我徛在来我公司要找我，找3届我卖作小。伊讲无安尼啦，你今日阿当讲借我5000块，我嘛无借。即届该斗三工，还是卖该斗三工？啊，当然，我讲的这款个案吼，我无你讲叫你连着全部钱摕来用啦。我认为安尼是唔对的啦。啊，而且我捌讲过一届啦，所有的弱势团体政府拢在照顾。我今日到太太讨论足久的，到尾这个社会啦，这30几人，我爱甲斗三工啊，要甲斗三工，是爱啊免。有诶有亲人，有诶有亲人证明的啦，有诶无啦。啊嘛有人要求讲，我讲嘛有人要借钱娶某的啦，哦，20万的，20万要借钱娶某的啦。啊！有人讲叫我买电动轮椅啦，讲叫都嘛开到25万啦。我讲真啦，以我个人的能力吼，我或许这个20万也好，25万我都帮助。但是一年两个月我多一摆，我嘛无多啊。哦，你一摆才2500万啦，我哪遐侪钱通管？啊！我今日了后带开一讲好啦，你有问题拢找我。讲真啦，不计贵啦，我不怕，我心里不怕粗啦。大家拢写尾来，讲歹歹讲啥？我讲来有亲人证明的，我写尾啊，我来处理。啊你啊喂，你我带亲人证明过几啊万的呢？啊你啊，我一人还2000块，2000万啦，我一人还10000块，带一钱出来呢。我嘛唔敢讲啊，即我哪一讲哪管得起，我管袂起啦。落尾我到底讨论一个结果啦，我感觉真好啦。所有低收入户的，哦，亲人证明的，你一定有好电话，我会使核实的。只要是属实，我了当寄米下恁啦，好不好？我了寄米，我寄米下恁啦。好，啊你啊歪米的。你若卖米都无爱有无？你嘛卖消费啊，我了大。你讲一日破写，我卖几万、10万、20万的，无啦，我真正无法度啦。大家来一讲，今日30几个啦，加加整整后，我手内可能百几个滴收入的消费啊，我可能顶下看可能无100方嘛，70-80方啦。我明仔等到3工，到3工卖了啦。这滴收入政府在给补助啦。啊，我只讲过一句话啦，可怜之人嘛，必有可恨之处啦。当我唔知讲为虾米今日这过来这辛苦，你少年时阵我讲的，啊你今日过来这惨，你少年时阵拢做别人种，我定安尼讲嘛，啊你过来这惨，是你少年加班面就面老面臭，啊无你有虾米今日这辛苦，你到50、60岁才走的无半块，啊你可能救济，啊我了后当今年53、54岁，安尼啊话，我逐工做到8点外，逐工透早7点外做到暗时8、9点回来，对啦，即个讲借钱不借钱。